主料紫苔500克，辅料辣椒酱一大勺，白糖2小勺，酱油、姜丝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热锅加水，将紫苔微煮，将焯洗好的紫苔淋下锅，加入一匙辣椒酱，加入酱油，加入白糖，加入姜丝，煮至干锅状即可。一分微辣的干锅排骨完成。烹饪技巧，慢煮至干锅不是焦锅，亲们要注意火候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